还想偷听啊？猜啊，你们猜啊！再说我爱你啦！我们不是我们在讨论他明天要明天几点要出门？救命啊，各位！我没办法看视讯啦。小君明，可恶！你明明就知道，你明明就知道我没办法接直球。猫咖没事，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餐餐只有配，30岁是个投手，这个蛮好笑的。